你坏坏哦！啊，不过那段影片哦，我是同款足精彩的，因为男女主角都是恁两个啊。OK， 叶丽美真的命跟气都一样长，吴家就是太善良，才总是被她盯上。来看看其他人都是怎么对付。都会啊！像叶丽美这种顽固的狠角色，就是要用喷的才过瘾。还好很会解决烦恼的嘉璇，一受到情势不对，就能从他的百宝袋捞出宝物。妈，你还记得之前我买一罐有得到国家玉山奖的洗衣精？会记得啊，哦，那洗衣精吼，足好用的呢。所以吼，我搁走去买因的洗碗机。这款洗碗精是用喷的。伊吼是创新洗碗方式，而且吼伊阁有强调，伊是用高渗透焗油泡沫。譬如讲，参照这油蜡蜡的盘啊，你只要你甲喷一下，然后用菜瓜布吼安尼小可甲抹一下，阁直接落去墙吼，地当洗了就清气啊。你看，这盘吼是不是洗了就清气？而且啊，伊是用天然的焗油来去做诶，所以吼，你当洗甲足安心诶。哦，真正吼，真省时呢。也讲啦，参像家乡吼，即款有死角诶塑胶便当盒啊，无需要阁参像过去安尼哦，甲用烧水烧甲呛一下才落去洗。即卖哦，只需要安尼直接甲喷一下，然后吼落去洗，地当洗甲足清气啊。真正吼，省时又方便。无参像外口的洗碗巾啊，可洗几啊遍才当洗有清气呢。哇，恁这少年吼，真正真够用头脑呢。妈，时代在改变啊，所以做代志嘛会晓变巧。吴家有了橘子工坊泡泡洗衣精，再也不怕坏东西躲在暗处，直接一举歼灭光光啦！完成了，叶丽美小心喽，综合报道。